Hello， 各位学员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击刀剑。谁又能想得到，第五人格居然能和 Hello Kitty 搞联动？你又还记不记得你是一个什么游戏啊？啊，搞得粉粉嫩嫩的，我真的是太喜欢了，哈哈！偶尔换换口味也是正常的嘛。看到没有，就剩下最后8个小时打折了，我浑身都磕好了。老观众都知道，小歪有一张大耳狗的电竞椅，嘿嘿，这次游戏里面也给他安排上，送个原定的皮肤和大耳狗随从啊，我自己呢啊就简简单单买个约瑟夫和 Hello Kitty 随从，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。我留下一镜三刀，一张照片就让你们彻底绝望。来，调试一件干什么？这真就白给是吧？可惜啊，这波挂不上先知啊，早知道就把元神挂红毯了。先知应该会去摸元神，救人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的。调香师直接卖两台电机，两个人，你们怎么跟我玩？追不上，哎，我就不追了，直接挂镜像。我又跳出来了，站回去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先知还在这里跟我玩进进出出，死吧你小伙子啊！然后再把拉拉队员镜像一挂，打完收工，溜。